行动党副主席尼克明表示，行动党将会在来临的六州选举全力以赴地协助巫统候选人竞选，他也希望巫星团放下过去，与时俱进。尼克明昨天在回应巫星团要求行动党向巫统道歉的言论时表示，团结政府里的所有政党必须确保稳定，而不是挑起过去的恩怨。他说，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已经向前看，而大家现在的焦点是协助巫统以及巫统帮助行动党一同巩固昌明大马政府，保障人民福祉和国家政治稳定。 We are going all out to assist UMNO in this coming state elections. Saya dengan perasaan penuh tawaduk dan rendah hati memohon semua pengundi-pengundi undi parti yang sehaluan dengan kerajaan persekutuan supaya kita jangan patahkan momentum yang kita susah payah nak bina ini。尼克明补充，国家在正确的轨道上，包括经济成长取得 5.6%， 成为亚洲之冠，而媒体和民主更加自由，国会更允许辩论总稽查司报告和人权委员会报告，也设有首相问答环节。另外，根据东方日报报道，尼克明表示，巫统如今和行动党同声同气，因此行动党没有必要道歉。他也说，如果行动党和巫统能够合作阻挡国盟绿潮来袭，对抗宗教和种族极端分子，这才符合和大马多元种族和宗教社会的精髓，以及当初的立国精神。